2023年最热门的公寓项目 INF Princess Cove 富丽公主湾，从 Studio 两房、三房、四房、Dual Key 不同的房型、不同的格局，还有不同的景观，任你选择。2023年尾就快交楼了，为什么这里那么热门？有盖行人天桥，走路到 CIQ， 还可以走到 RTS Station。超市、便利商店、餐厅，这里解决生活日常所需，超级方便。RTS 2026年完工，人流量比现在更高，还靠近关卡，根本不怕找不到租客。周末或假日，这里还会不定时举办各种市集。从买房、找租客、Airbnb 管理、装修，这里提供一站式的服务，你只需要在家坐等收租，其他交给专业人士来帮你打理。再等，房价就越来越贵了，赶紧联系我来看房吧。